19日 ，On Style 电视台节目《郎中 Day》举行制作发布会 ，Red Velvet 的成员 Irene、卢虹熙、韩慧珍等出席。卢虹哲摆出搞笑 pose， 任人拍照，偶尔还拥抱许智雅。女星 Irene 身穿红色上衣，搭配短裙，看起来十分沉稳知性，笑起来的样子也是甜度满分，还露出白皙双腿，十分抢镜。旁边的模特韩慧珍不止露出了筷子腿，还在身高上力压众人。据悉，《郎中 Day》是一档节目，通过嘉宾带来的要挟的衣服来了解最新潮流资讯、潮流故事以及穿搭 TIP， 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音乐艺术等多方位谈话性综艺节目。那么明星爱豆是如何洗衣服的呢？색깔별대로네나눠서하잖아요그게똑같이하고다똑같이한데저는다만좀향에향섬유연제를좀좋아해가지고연습생때부터좀세제랑섬유연제전용만파는그런매장이있어요그런데가가지고찾아가서하나하나향을맡아보고직접구입해서와가지고숙소에서빨래를해가지고기분좋게옷을입고했던 、네、그런 일이있었어요